然后哎呀，就回说，来呀、啊，大家被我那烧么了，急呀、啊，好急，好急啦，好急呀、啊！你看一下，好，HTT，你看看你被狡猾的滴滴进去了，没懂，狡猾的滴滴，看这个狡猾的滴滴是不是进去了？他多狡猾，你看多狡诈。太狡猾了吧！抢先一步哎、欸，哇塞！哎，大霸王我又接一次了。猫的防御术，这么狡猾，狡猾的滴滴又进去了，你要不要设密码？这个密码有这么难吗？狡猾的弟弟，我满意。小胖他走了，我是蛮满意我这张图的啊，所以才拿来用。那我去厕所一下。又是狡猾的弟弟呢？他原本只是净土，我想说，嗯，这个很棒，自己拿来学动图，就加上去。他很狡猾，棒。动图赞，那我先去用个猫咪，猫咪住我，给我三个水袋。但是想做眼，那左，哎、欸、右，你左边眼睛是张，先张开再扎下去，太难，不是太难，太难，太难，这才是好。主因。因为你真的要这样做的话，你脸、你头也要微微倾斜。嗯，是的，微微倾斜，威胁，微微一笑，威胁，威胁。刀，刀，好。干嘛？Hello，Hello，醉了，我忘记换子弹了，我就不子弹了。好了。哎。打这边，那小 YG 是不是接一般任务啊？打他，是吗？你看有没有他在挤那个任务里面啊？没有挤他、啊，没有他在挤他，他是接任务。我刚刚是承接任务，不是承接炫辉龙任务。左手刀，你是不是都很执着打左边啊？哎呦，很痛恨吗？这个他说不定不想让其他人打他左边啊，对吧、啊？先把左边打掉，不然人家说啊，走了，对不起，剩左边。狡猾的弟弟承接了炫辉龙任务。狡猾弟弟，哦，这个停下来，好险，我没有开炮。啊，哦，原来他停在这里啊。他这个我在那里挖脚，高端走位。高端的动画，我给你停下来，假装是悟空按的。高清的动画呢？对呀、啊，超高清。你看这炮，你看这大炮，多么高清啊！看这个大炮，不行啊！你看这狡猾弟弟，多么会进啊！HTT 都害羞了、啊，杀回！我去用一下洛斯啊！什么鬼？就倒，倒啦！爆他啦！去左上找他，爆他啦！哇，狡猾弟弟跑了，你看，不能狡猾了。哎、欸，有大只的螃蟹。好啦，走起。过来，走到，可以回家了。左上有大只的螃蟹哟。哦，他走掉了，没关系，我在这边处理他。啊，对不起。啊，你怎么？好吧，停下了。我操！直接刹车。好，两手爆了，那两个都爆了。两胸都爆了，两胸都爆了。装填装填，剩尾巴吧。我记得右尾好像没爆。哎、欸，爆了。爆了。我是左尾，左尾没爆。装、哦，我先回去一趟。我发现我没有。装填一下，跟我一样啊！奇灭族啊！想说奇怪，我怎么电击弹马上射完了？我啊，血我本，等一下，都快点给他打掉！哎、欸，他走另外一边嘞，好、哦，走走走，去另外一边装填。有没有的爆裂一下？嗯，
然后回去布置。百目奇面族，那是宝物。右边那个是尾巴，左边那个是宝物。哦，奇面族啊！快拿出你的暴力！我没暴力，我电击弹。哦，尾巴爆了，好哦，都会爆的，全爆全爆。后尾巴，后尾。破尾啊！你要个破 tail， 还是跑？哦，这个地方不能进哦。破尾，他是不想进来的吗？还是去另外区的？进去了。那其实念尾巴，不是念尾巴。哇，去哪里？啊？什么东西？另一边上面。没有啦，尾巴跟尾巴，那里尾巴。你中了，嘿什么？啊？什么？哎呀，打尾巴不会自己切你的，要打尾巴才会自己切你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我不懂。小明宝宝，打尾巴跟尾巴，你打尾巴的话，可能会打以为的以，然后下巴的巴，他打尾巴就会帮你分那个卷子选它。你刚刚是讲反，不，没有，你刚刚说打尾巴才会选，这两番在正，对对对，刚刚讲反了，举例错误，好，我想到你在攻啥，哇，猫之翼这个耳塞六六六，修开啊修开啊，我先回家换武器，玩他一开破了，好啊。暴力姐姐，打不到我的，肯定吓死了！我要去挖脚，尾巴爆了没有？刚没看到。有爆了爆了爆了爆！好好好，好了，刚为了救了。喂，哦，我看，哇，你的光晕化成。这是失败。哇塞，不是吧？我睡了。他会躺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快到了。他在哪里？我看一下好了。你们先打。胸部一块，然后炸，手都破了嘛。尾巴向左边，尾巴在这边。再来，再来。我怎么看全破了？怎样？是是吧？我看全破了、欸，我要诀窍了，有人放刀头。我来看一下，没有，右胸还没破。哦，那左胸啊，都不行。还有钻洞吗？还没，那就是没有破了，左胸破了，解了，破哎、欸！哎呀，一个侧躺，哎呀，哎呀，没滚到，没有加到攻击力。有没带回佳玉？有没带回佳玉？有没带回佳玉？没有，没有。是这样，哎、欸，要回家直接飞回去就好了。那我先去，不动一想炸，这边两个不动一又想干嘛？嚣张雷，等杰克吧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先走。那先落死他了。知道了，不会哦。还有一小时。我要从左边旁边绕过来的。哎、欸，不要打了，我要帅气的下来。哦，来来来，你是说要打吗？是吗？还是你要打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自己打。我，哎、欸，厉害不？
回复弹啊，都会带着啊。我刚在找回复弹在哪里想要救野猫。雨爸爸，太用心了吧，爸爸。拜野猫，你伤害多一，我要八八了，6667。啊，我知道。啊！啊！我靠！绝路奈米。假如有人捡了11个，厉害不？我捡的每一个都是钱啊！我打的每个都是部位啊！OK。也是蛮合理。哇，尾巴甩太远了吧？很远啊，很远，他绕个半圈左右。开大喽！开箱喽！你们打完了哦、喔啊？他进，他们被我们走进去啊！好快哦、喔！我探险队回来了，也回来了，好废哦！刷到头好痛，这样他走了，你不开心了吗？我还没有看过新东西。你刷到的都是钱呢、欸，都是钱，都是钱，都是钱，100万才是刚开始。我已经快1000万了，那你就是1000万的刚开始。多好啊！感觉叠光虫睡了吗？好了，睡了。光虫很缺吗？是不缺啦，缺还有3000多只。也是啊，我也是，好像也很多只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在弄鬼爆炸菇，看一下。我的叠光虫3800。哇，鬼爆炸菇7068。太多了，我鬼爆炸菇只有1400多而已啊！你们距离请拉好啊，大哥。好像从不用了，速度来不及了。啊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贝西开之前就在中鬼爆炸菇了。好了。我刚刚出来吗？还是我们先接？先接。等上出来是一啊，我们先接啊。哦。啊，是要破了没有？哎，他到底断？等我一下。隔壁栋的小孩在一直在哭哟、哦。他就是邪恶那个狡、啊、诈的弟弟。狡猾啦！狡猾啦！狡猾弟弟。他们刚刚不让我进。我现在要叫给他看。小明宝宝。陈宝宝，那干嘛？小明宝宝离开，陈宝宝就进来。两个一伙的，到。哎、欸，没有破到尾巴，可惜。这只有吧？叫宝宝，你们就破了吗？没有，没有破。我没有破。猫的名字叫宝宝，猫猫布布宝宝。我刚才就很努力在破它尾巴了。花花泡泡跟毛毛。哎、欸，要不要攻击啊？哎、欸，对哦，对，你说要怎么看呢、啊？怎么了？没有啊，左边还没来。没关系，等他来就好了。有人进来，我把他踢掉就好了。左边要来，你要把他踢掉了。好，好，你能踢人，你骗我，你先重开吧。我可以踢人啊，我是房主啊。哎、欸，我踢，叫我他是伺服器的房主。没有，伺服器的是可以踢所有人，我是只有踢我们这四个里面的其中一。我踢这四个人。四个怎么踢？可以啊，不然我把繁星踢掉给你看嘞、欸。繁星拜拜。操你妈！我在弄大。我在换东西啦，怎么踢你叫一下、啊？它上面有响啊，你按我的这一颗啊，被人家进来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踢啊，踢啊，我踢了，踢了。我踢了。哎，杰克，你说怎么看？看不要让我骂脏话好不好？我为什么？那个啊。我姐她同事的女儿在看呢、欸，踢掉她，她就离线了。你说浪费吗？对啊，第三个的倒数第二个啊，我能让你离开这一场，我不能让你离开机会。看哪一个点数没有满。哎、欸，爸爸有破、欸、啊，感觉全满了。刚刚看来是杰克跟 HPP 的组合机同时按下去。
这个有阴谋、啊，还是其实、欸、那个杰克自己按？我没有按，我没有按，我没有按。哦，杰克，我没有按。杰克按的就不只是退出队伍这么简单，好吧？师姐，杰克按的是关台。哦，他来喽！哇，有那么快啊？我们才刚出来。啊，啊抱歉，拿错蛋，我拿铜枪蛋在打他。铜枪。火双刀，哎、欸，水，好东西，好哦，又是笛子。我看到教主脱离几个区域。对啊，我怎么看到繁星脱离几个区域？哎呀，哎呀，有前兆了、哎，看来。可是关系还在打哎、欸，等一下就会退了，应该就退了。故事已经写好了。哇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。退出机会说，敢退了、啊？要重开吗？不用，我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刚打而已，就追出来就好了。对啊，刚打，要重开一个机会说吗？真好、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这场重开啊，我已经、哦、我们这是我们这边重开啊，我直接赚到了几样东西，爽，就是重开吧，玻璃麻痹，脆受力的敌。还有一个冰超能符，嗯，那我先去厕所。狡猾的滴滴，狡猾的滴滴又出现是吧？把我踢。那我。需要这么会接吗？哇，太狡猾了！你当然需要你踢人啊，十六人呢。快，快，谁踢一下？你怎么只是你踢啊？要踢谁？你先把集会所改掉，不然我进不去。大熊才龙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有人出去了，还是被踢了？哎、欸，有人出去了。我没踢，我没踢。有人出去。有人出去了。得得得得得得得。啊，这次不一样，烧鸟啊！不要。那我换大熊二龙啊？不是，一万大熊才龙。哎、欸，进来了。啊，好了，可以改回來。我那两个人应该绝对不是在打巡回龙吧？应该吧。是啊。是哦、那个二九四啊，好了，啊、那個、我接任务了，密码一样，得有密码了、哦，你 是怕狡猾弟弟进来啊？是，狡猾弟弟已经不在这里了啦，我怕陈宝宝跟小明宝宝都跑进来，都跑了啦，陈宝宝刚刚就走了啦，哦，陈宝宝进了吗？还没，陈宝宝在我们开始断线那一场就已经先走了，好了吧，我来准备，对、欸，还要再自己吃饭。也不吃。绘画完毕。不行啊，会饿啊。啊！狂暴小剑，你就是玩机。哦，你是说那个石胖子？好。哎呦，猫自己再不接的话，可能会被接走了。啊！我刚看了老半天，有都没有。有啊，没有，你要再退出再看。嗯，你不能卡在那个画面。哎、欸，没有看到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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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好，等会。交给你了。换武器。我去溜达溜。快！早く！もっと早く！左边！波波！哎？右边！猫子在干嘛？我找不到我的武器，等一下。等一下。没那么难找。等你啦，阿妹啦。什么都没有整理啊！我被划过去。Faster！好了。蛋你啦，骑面族蛋你啦，还不跟你说蛋你，蛋你，蛋你，会让你蛋你，蛋你，我跳哦，我跳给你看哦，咻，
这游戏走太快了吧，好难玩了。在另外一边啊，我先在那边装好炮弹。哦，有有有，不然我就要笑你。哪一边啊？你走那边，再走那边就要被我笑了。我会偷捡毒鸡哦。哪边？毒鸡啊？不是。是从右上出来。好、哦，右上进去了，左上。左上有螃蟹。搞错。还有一把狠的，左胸。没来啦，跑腿。哈哈。哎，空桌掉下来了。装起装。装完了，满了。啊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你准备好了。我要去弄那個，他停住了、啊。嗯，慢慢的走了。没关系。很慢。跟我投，等一下我来。很慢。然后可以变了。好。然后那个落石，我也中了。来了，爆桶，我来啦！我来啦！我不是要捡石头，我不是要捡石头。哎呀，不，啊，有伤害可以。